中国四川蜀南竹海，我们已进入蜀南竹海景区的边缘，道路两旁竹林成荫，名副其实的绿色隧道。进入了竹海镇，见到许多以竹为原料的竹雕及竹器与竹有关的石材。打磨成型是最后的步骤，竹根雕成各种成品，竹石材香菇、竹荪、木耳、竹笋等等。当地生产的草鱼，这竹海镇街道估计不超过2公里，是前往蜀南竹海景区必经之路。这里离景区只有5公里，车行前往景区。景区入口的竹牌坊，蜀南竹海原名万里金，位于四川长宁、江安两县南部，宜宾东南70公里，核心景区44平方公里，共有8大景区。集山水、溶洞、湖泊、瀑布于一体。素以雄险峻秀幽著称。一望无际的竹林覆盖500多座山丘，生长15属58种竹子，常见的是楠竹、水竹、池竹外，
还有紫竹、鸳鸯竹、人面竹、罗汉竹、香妃竹等等。兼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，使此地成为最原始、最大的绿竹公园。覆盖率达87%。坐缆车由高处观赏竹林，诗云：“遥坐缆车观竹海，绿竹翩翩迎风摆。眼见苍翠万顷秋，心生老醒仙境游。”一望无际的竹林，亭立峭岩陡壁上，清郑板桥诗云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”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我诗云：“翠竹山林野人家，绿海波荡并天齐。偶见红颜绿中西，红颜竹海总是情。”观景楼，清邓托诗：“阶前老老苍苍竹，却喜常年言万干。最是虚心留尽节，久经风雨不知寒。”观海楼其实就是观竹海楼，六角形，八层，高25公尺，山中观光小村，小村隐藏在竹海中，由观海楼远望万顷竹海，
前往忘忧谷。牌楼是男主所建，牌楼门帘，万竹翠林扫去滚滚红尘。一溪清流奏出淳淳韵音，充裕的绵竹、紫竹、楠竹共伴清流。魏末晋初的七贤：嵇康、阮籍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，不满当时朝政，常聚竹林下清谈。史称竹林七贤。掩映清冷之翠，耳听盈盈之声，心着悠然自得，静隐行脑之气，则心广神怡。九天瀑布，现正为干季水扫，岩壁上凿痕是水鱼细沙侵蚀的结果。少许清流，鱼足相应，亦有美感。谢谢观赏。